忙着头痛，他离开你之后，你就拒绝跟外界说话，眼泪流成了海，心不甘。他一点不稀罕，想不开，爱爱，不可能的爱，别耍赖，深深。也不赖，一个人的寂寞一点都不痛，两个人的寂寞伤人人更痛，所以寂寞并不是个错。这世界有趣的事还这么多，千万别死心眼看不透，大脑不管用，每天叉腰缩小腹，大小三分钟，举起你的双手，寂寞八百几招，跟我一起做。